今天在拆船月讲到，我就选了一段保罗讲宣教的一些栽培下一代的经文，那特别是保罗晚年的经文。有些人说，如果算耶稣基督的话，世界里面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，可能就是保罗了。就保罗，不但是建立了很多教会，后来成为教会的根基。保罗也留下了很宝贵的书信，成为很多引领帮忙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保罗在晚年里，无论是在监狱书信，还是后来所谓的教牧书信，他都很关注一个重要的使命，一个主题，就是栽培下一代，栽培有基督心肠的人。那么，其实，在教会的兴旺与否，一个教廷是否蒙福，就是我们有多少人有基督的心肠。我们讲到宣教，有多少人有基督的心肠的人去参与宣教？所以今天借着保罗一些晚期的经文和思想，我们用轮道的方式，弟兄姐妹、弟兄读一解，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，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保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兄弟啊，愿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这几段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和保罗所谓的教牧书信的文字，都是他晚年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是怎样去兼顾栽培神的仆人，让他们能有耶稣基督的心肠。所以，对于宣教的角度来看，或者传福音的角度来看，保罗一个核心的使命和方向，就是不断栽培有基督心肠的仆人。当他称呼提摩太的时候，他称呼我儿，一个很亲昵的称呼，就是很重视，去提拔一个牧者，很想用各方面去巩固他，帮助他，在一个充满艰难的环境里面承担重任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叫《跟耶稣学报道》，其中一句话就是"人就是方法"，就是不同教会、不同处境，其实很多东西也会不一样。举例来说，在城境，牧者的衣着多数是白色的外套，那我去监禁讲到就是银色的外套，有一些教会是不穿外套的，没有特别的颜色，这不是绝对的，教会的环境不是绝对的，甚至教会如何组成牧养的系统，用成长班、用团契、用小组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。其实最关键的是不同岗位参与的人是不是一个有耶稣基督心肠的人。有时我们不容易太执着于一些外在的东西，关键是不同的系统、不同的方法，究竟我们的带领人、我们的参与侍奉的义工、我们的牧者，是不是一个很有耶稣基督心肠的人。那么记得有一个宗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是我们一个校友。按牧的时候，他们的宗派喜欢每个人穿着他的牧师袍，那么浸会的习惯是不穿牧师袍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穿牧师服可以吗？但是不好哎，那个个都穿，你不穿不是很尴尬？不如这样吧，你拿
博士的话，你不如穿着博士服吧。那差不多。那么在那个典礼上，我穿着博士服。那安慕完之后，那些人问蔡牧师，为什么你的袍跟其他的不一样呢？那么这些是不是不同的造型？耶稣基督也不穿牧师服，也不穿，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呢？那保罗一个晚年很挂心的事情就是教会有没有不同的去栽培工人，特别是下一代的工人，有没有爱惜下一代工人，兼顾下一代工人呢？如果在家里来说，如果一个家族没有下一代，那么这个家族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是断后的了，就是它没有发展的空间。一个教会，一个机构，如果没有重视下一代的话，它也是跟断后一样，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们怎样很努力、很积极、有准备的不断的去栽培下一代？这个教会，这是教会的重中之重。所以在牧会里面，我经常提手一些领袖、一些牧者或者执事或者信徒，就是不要单单看事工，应该看看人民，看看人物。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事工，但是没有人兴起，发挥永远是那些前辈几个人，永远也没有下一辈参与磨练，也没有机会让他们上位，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，并不是一个发展中的教会。让很多的教岗位有很多年轻的下一代能够被建立、被兴起，是可以更好的。有些教会爱慕比较快，有些比较大的教会去侍奉了四五年就是爱慕了，那么沉浸也可以作为思考，不断兴起更多的领袖出来，在不同的岗位去服侍，是一个教会一个发展的关键。我以前很喜欢看历史，有时看一些历史剧，那历史片里面提到一些皇帝有这个特征，一些好皇帝喜欢将整个用现在的字眼来看，就是省长那些岗位的人列一个名单，在他的办公室里面，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，望着那些名单说，哦，这些做得好的就升职，做得不好的就降职。那么古代讲一个不好的县长就祸害一片，其实每一个岗位里面那个人做得好不好，是不是敬虔，有没有良善，有没有合适的恩赐，是个重中之重的判断。在保罗这里，其实他很关心兴起提摩太，他第一节就提到要提摩太靠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。刚强这个词是在什么环境都有的，我们年幼的时候我负责一个岗位要很怕，但是要刚强起来。但在保罗的时代，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是保罗还没殉道的时候，是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，后来没多久就是彼得和保罗这些重要的使徒先后殉道的时候。所以当保罗说在提摩太要刚强起来，靠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，就是要提醒提摩太，无论风浪多大，你有没有愿意去承担，你愿意去委身付出代价，甚至是殉道的代价。那么在第二节一个很重要的黑色字说到，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教会的黄树牧师在周三祈祷会提到这一节经文，他的表达我很喜欢，就是说四代同堂，就是保罗去教导提醒提摩太，叫提摩太找一些人去教训这一班人，去教导这一帮人。但是这一帮人什么特质呢？这一班是愿意去教导别人的人。那这个保罗提摩太找的人和这帮人去教导的人有多少批呢？有四派。那我们在想人才库里面有没有想四批呢？四代呢？或者这一代已经停了，没用了？如果这一代停了，那么在家族的故事有没有断后的问题呢？断代的问题。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思维？有没有准备很积极的去安排？这是教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观点。在第三节他说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。
精兵的这个词，看希腊文的原文，很简单，就是 a good soldier， 一个良善的士兵。我喜欢 good 这个字，就是良善这个字。想问，历代有没有一些很坏的士兵，做坏事，甚至在一些朝代，这些士兵奸淫掳掠都有，有没有这些人呢？如果有些时代，有些将军，有些士兵，又有大只，又有很多武器，但是是一个坏的将军，是坏的士兵，请问对那个地区是美事还是坏事呢？特别是有人很能打，那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呢？是超好的还是超不好的呢？所以教会也是，教会每个工人，究竟这个关键，除了恩赐这方面，最重要是不是良善？如果教会的仆人不是良善，可能就是豺狼。所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，所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和仆人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良善的心？保罗很关注就是这个精兵，更是良善这个词。我很喜欢这个比喻，就是神这个词，英文叫 God, G-O-D, 良善这个词，英文叫 G-O-O-D。就是如果这个良善缺乏神，拿走了 G-O-D, 就剩下一个零，留个群体的仆人，不是有很敬畏神的心，好心去持守良善的心，或者是当他去参与带领的时候，只是祸害，不是带着祝福。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处境，在一个逼迫的时代，在一个艰难的时代，其实今天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有时教会处理一个艰难的时代。在中国刚刚新的宗教条例之后，很多的紧缩，在新年之后，荷兰的教会受到了冲击，中国政府这几年对教会的发展觉得教会太大，怕教会一教独大，所以各种方法去钳制教会的发展，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不想教会有这么多宣传。当时荷兰在洛阳这个地方，有些信徒他们自己的公司或者家里喜欢挂一些基督的字眼，其中有一些挂着以马内利，其中有一个十字架，那么政府就不想去宣传这些话语，就要打烂这个匾，换一些比较世俗的字眼。那么在北京，在四川也有些教会面对张力，中国教会最近政府推行一个字眼叫基督教中国化，这个字眼有很多含义，但更深政府想关心的就是宗教是受政府的掌管操控的问题。所以其中一个宗教局的司长处长说，他说了一段话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两句红色字，正主教徒从正主教府。那么他们就引用一句佛教的名句，这个佛教名句说，不依国主则法事了难立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听国家的主人的话，你这个寺庙都可能被镇压。那么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字，看到吗？这种正主教从既会有政权对宗教的掌控，也会有政权对宗教的照顾，就是说你被政府掌控，在政府的框架下就可以有可发展，如果不是被政府掌控就没得发展或受到影响等等情况。在香港习惯宗教自由的处境，听到这个掌控这个词都不是很平安，说这几年去中国的事工，有时候曾经有很多年有中国的事工，中国事工也面临很多的谨慎，很多的担心，很多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情况，很多教会都面对这个情况。但是保罗面对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，后来彼得保罗殉代的时代，但保罗除了关注外围的关注，他更关注这个良善，究竟牧者有没有良善，信徒领袖有没有良善。如果牧者没有良善，问题更大。所以最近西方也很留意一些新闻，就是一些牧者的宣道。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柳士基教会，有很出名的牧师叫纽波斯，最近是有人控告他建庄和姊妹有一些不合适的行为，未必非常严重，但是是不恰当的亲近。
但被控告之下，他都下台了。在美国一家很大的进献会，因为那个院长处理一些性的问题的个案处理得不好，其中有个学生被强暴，他自己想遮盖就算了，后来就被人炒了。刚刚提到香港这个周末，有人关心一个地道的牧者，所以当一个牧者变成一个坏的牧者的时候，当一个领袖变成一个坏的领袖的时候，可能对教会的伤害是很深远的。所以，究竟我们在牧养里面，在侍奉里面，我们要检视自己的心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良善敬畏的心？若我们有一个邪恶的心、自私的心、妒忌的心、偏好的心，这些都可能影响神家的工作。所以，保罗当他提醒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其实很想提醒一个观念。一个真正被神喜悦、世人所喜悦、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喜悦的仆人特质，就是忠洁的好。有些人侍奉很可爱的，就是他头5年侍奉的很好，但最后10年都是乱来，或者做坏事。请问，如果头一个人头5年能帮100个人，但是后10年却伤害100个人，那请问这个人是好仆人还是坏仆人？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好仆人是要怎样呢？有头，有尾的。那这就是好仆人，真正的好仆人。那么，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，要用自己的心去见证。他用第4章第7节和第8节一起来读吧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这里有3个了，是什么了？打过了，跑进了，还有守住了。我记得曾经和一个大陆的童工，是我同学生，聊到这个题目，他说，他简称三了。他说：“我们人生有没有三了人生？不如问问他隔壁人生的人说，你有没有三了人生？如果一个教会、一个群体在最后都坏了的话，都很惨的。我们要有一个三了的人生。很多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将注目定在保罗的见证、保罗的忠心。我想，保罗说这段说话，当然有提到自己的经历，希望。”成为别人的提醒，但是我觉得保罗说这段最关心的不是自己，最关心的是下一代。我们看看，见证那一行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他提醒说，其实神用人，不是只是我，什么人都行，只要你能够一生终结的好，一生有头有尾，不会最后才。做坏，你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你就是神所喜悦的人，神也会为你留下公义的冠冕。所以是保罗间接的提醒提摩太，或历代的仆人，我们要走到底，我们要侍奉到底，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到底。那么很多的仆人，特别是宣教士，留下了美好的榜样，因为他们要走到底的榜样。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李艾瑞，他就很记得说他在奥运的时候做40公尺破了记录。后来他们去了天津侍奉，后来日本侵华的时候就监禁在集中营。去到晚年，他们在集中营的时候，他仍然都很帮助集中营的年轻人，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宣教士的教会，父母不在集中营，他们又迷失又担心，那么他就成为他们一个属灵的爸爸，一个属灵的兄长，去帮助他们。他帮了很多在集中营的年轻人，其中李艾瑞帮了集中营的年轻人，一个大家还比较熟悉的，是在戴绍生牧师，他是戴德生家族的一个后裔。这个李艾瑞后来宣道而死，戴绍生牧师，他一生侍奉神，他的心愿就是葬在中国，后来晚年在香港病患，他的礼拜在香港举行，他葬在了伯福林。用李艾瑞来
为例，用代销生牧师为例，请问他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心肠？他有没有终结的好？他们有没有三了人生？其实一些神所喜悦的，我们今天所传送的见证都有这个特质。他有一句话提醒我们，红色字一起读，我们都是宣教士，一就是引领人亲近基督，一就是让人远离基督。有时很可怕，就是教会有一些牧者一些领袖，让人觉得有很多行为表达是很不恰当的，思想的邪爱和很多问题，它不是让人去亲近基督，它是让人去远离基督。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深深的检视。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士 Jim Elliot， 他在中南美洲的时候被土著杀死，他的名句是，他一个用他所不能保留的去赚取他所不能失去的，他不是傻瓜。其实从这些故事这些见证看回来，宣教可不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呢？宣教有没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？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代价，有时候可能是很平常，但像中国教会面对宣教的时候，这几年开始推动宣教，其中一个很被留意，就是两个在巴基斯坦宣教的年轻人后来被当时的恐怖分子抓了，后来24岁和26岁的他们就殉道了。他们的样子是很年轻的，24岁和26岁，因为他们的故事，一个中国政府很担心，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宣教，担心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，所以部分和我们有牵连的教会也被盘问，所以历代宣教都有很沉重的代价。中国教会历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讲到宣教士的沉重代价，就是义和团的时候，当慈禧太后向敌对西方的故事的时候，就兴起了义和团。义和团后来用各种手段杀了很多信徒，也杀了很多宣教士。那后来宣教士将那些死了的宣教士留下最后的书信 Last Letter 一本书收集在里面，后来成为了一本中文翻译的经典。当时宣教的人有一个很小的宝宝，有很年轻的宣教士，有一个小聂姑娘，像巴基斯坦的那样很年轻，她来了中国不到一年，学了些中文就死了，但她仍然鼓励人，她留下话说要信靠行，她绝非如此，她作为全员美好。那个30岁的师母，她临殉道前她说，我没有后悔来中国，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太少。她像保罗一样，当她殉道的时候，他在是寄居的，他仰望天家的荣美，将来的冠冕。他说，我越来越把我的思想关注在将来的荣耀里，将我充满奇妙的平安。也很感动的牧师说，他像保罗一样提醒其他同工，他会宣道，他知道会宣道，但他提醒其他同工说，别让你的心里忧愁，也不要让手下垂，更不要胆怯。这个历代的道理，就说宣道士的劝，就是教会的种子。很多时候，宣教士的见证为神开了很大的大门。最让我感动的是蓝色字的话，这样读：当这场暴乱平息后，请差派更多的见证人到中国来。这帮人为着宣道而死，既然够胆让其他人来宣道，不怕死。请问这班人有没有背上十字架跟从主的心智呢？有时候问一下，我们重视宣教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？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宣教的时候，我们提到太平盛世的宣教，但有时候有突然的波折和罹难，当我们有一些传道人去外地宣道，带上小孩子，我们听说有一些家庭都很担心，那小孩子去到生病了怎么办呢？这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有一段时间，香港教会很喜欢带一些人去韩国去参观看教会的发展。韩国的教会有一些很大，整个礼堂可以坐7000人，很大。
但是我们看外在的美丽，看不到他们曾经有的质素。但是一个教会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他的 building， 而是看心灵的质素。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数字，就是去看过很多为主流血的宣教士。韩国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舒基彻牧师，他在日本侵犯韩国的时候经历很大的逼迫，后来死了，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。他在逼迫之前知道要罹难领导，他讲了一篇道叫营门外的路。营门外的路是参照希伯来书，耶稣基督也会经过逼迫才为神去为受苦。所以他说，如果耶稣基督也进入了营门外的苦恼，我作为主的仆人怎能不经历呢？他说十字架下的哥哥他路，尽管是艰辛悲苦，那是主所走过的路，我岂能拒走此路？主的门徒倒挂十架为主殉道，苦难挡不住我脚步伐，死也难阻跟从主路。刚刚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题目，大家想不想有耶稣基督的心肠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举举手。那我再问一个题目，有多少愿意跟随基督这样走呢？那这个难度高了一点，但很多人都准备跟从耶稣走，那是不容易的。后来这位牧师有一个默祷，做牧者的时候，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被人很多藐视、诅咒、欺凌。当被人藐视、欺凌的时候，他会形容自己是火冒三丈，很生气。但很生气的时候想起耶稣，请问耶稣有没有经历马槽的贫穷？有没有经历被人欺凌？请问耶稣有没有被人藐视？耶稣有没有被门徒出卖？那这样一想，耶稣经历过贫穷，经历过被人误会、被人欺凌，甚至被人出卖。那若说我跟着耶稣走的话，我会不会经历贫穷、藐视、欺凌或出卖呢？那如果我都感觉说我经历这些有什么奇怪呢？那他当然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，我们一起读：主啊，我岂能那些连你都不曾得到的善待与欢迎呢？主啊，我何等渴慕你的谦卑，我愿更像你。我想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又问大家，你想不想更像耶稣？你想像他经历这些欺凌、误会，还是更像耶稣这样美丽，却不像耶稣那样受欺凌？但这些仆人很明白，这两样东西是一起的，是个铜币的两面。他说，当你不走十字架路，你就容易走世俗的败亡的路。但这个路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殉道士在日本侵韩的时候，因为他不肯拜神社的敬拜，就被抓拿，监禁七年，经历很多的虐待，在1944年死亡，享年47岁。香港一位牧师周志豪牧师说过他儿子的故事。其实这代价不仅是殉道士面对，家人也会一样面对很沉重的代价。他儿子说，他爸爸被抓来的时候他才7岁，爸爸死的时候，那些行淫的故事他知道的时候只有13岁。 他说妈妈叫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祈祷1个小时。当时候政府不给其他人去帮他，他家连吃的都不足够。他说没有吃的日子比有吃的日子更多。他说一碗粥可以分成几天吃。当时对成天的祷告就是，神啊，给东西给我吃吧。那要问大家，快到中午了，大家来崇拜前有没有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中午赐给我吃吧？有这样祈祷过的请举手。大家这么谦卑，大家好像没有读过主导文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
大家背一下就算了，没有认真祈祷。可能香港比较太平，都遇到有吃的，钱包有钱，麦当劳有卖的。我们没有认真祈祷过，没有东西吃。但是有一些仆人，在特别艰难的日子里，可能真的是会祈祷，神啊，热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，不容易，很大挑战。他最后见爸爸的那几秒钟，然后几周之后，爸爸就被虐待致死。一个苹果的纸皮箱，弄了很简陋的小棺，他看到爸爸整个身体都是伤害，指甲都没了。他说，他经历很多宣教士的后裔所经历的饥饿、埋怨、逼迫和挫折。他说两年之后妈妈也死了，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，父母都离世，留下的只是神借着父母给他心里的圣经。他说当时经过日本后来打败之后，韩国再一次建立国家的时候，在一年之后，他有一个为宣教士死亡的大会，教会大会送了一个匾给他，说你是宣教士的子女。他说对一个有病的人又贫穷的人， 我接受了一个匾是并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我最关心的是生活的饥饿。他一段时间很不明白他的困局，他离开了教会十年，但是神的恩典之下让他再回教会，成为教会的长老。后来他说很多感恩的话，神将以前父母留下的种子，借着这个种子施恩给他。后来他喜欢一段经文，就是诗篇37篇，我从前年幼，现见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背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我想真的是要承担这个担子，好像保罗的教会对提摩太的教训，我想真的不是简单的，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，我们有时候以为很简单，但认真想的话，在当代的背景是很有分量的。有一段熟悉的经文，红色字一起读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很熟的经文。有时候问一下大家，有多少人愿意有基督的心肠呢？举手。大家都很坚定的举手。有时候背一节经文，我觉得你不明白它的分量。其实保罗很清楚，讲完这一节经文，就是6到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接着保罗后面结束了耶稣所谓的心肠。耶稣是怎样的？耶稣的降生马槽很卑微，卑微之后呢，生命中很多艰难，要面对很多羞辱，很多人的不幸和践踏，但仍然全心顺服，不但在艰难的环境，而且还要死。这个使命里面，要为这个使命而死，为爱世人而死，同时不是好死，算是惨死吗？算是惨死。那么请问耶稣被钉十字架惨死，是小惨死、中惨死、大惨死，还是超大惨死？那么耶稣的心肠是什么呢？为了爱人的缘故，超大惨死也愿意。那么这就是耶稣的心肠。那问一下大家，我再问一次，有多少人想愿意有耶稣的心肠呢？或者再问直白一点，你愿意为耶稣超大惨死吗？不如问隔壁算了。我想可能大家不是很愿意，有点害怕。有时候我想一个比喻，昨天周六麦奇的时候，我看到小孩子在麦奇，我走过去，没什么散钱，我给了10块的
纸币。有些人说刚好没有散钱，本来想给2块的，我给10块也很慷慨了。有一次超级感动，我给了100块也很慷慨了。有一次投了100块来卖钱，就说我非常有耶稣的心肠了。那么请问这100块的心肠和菲利比书的心肠是不是同一个级别呢？大家，你的级别是什么心肠？心肠是什么级别呢？你是不是像保罗所说的有基督耶稣的心肠呢？我听到里面有很多很喜欢这位宣教士穆拉蒂，他为中国服侍一生，最后只剩下50磅。他病倒的时候，大家晕到船里面，想他在美国过世。那么这个传道神父在圣诞节的前夕死在了美国，死在了神户。后来美人美林信信会筹办了这个基金会，就用他的名字，就好几年用他的故事，有一个口号叫 Be his heart, Be his hands, Be his voice, 要成为基督的心、基督的手、基督的声音。其实看回保罗，再讲到保罗想要基督的心为心，第三章保罗提到了自己信了耶稣之后看万事如粪土。接着很多人留意那一句粪土那一句，但其实我更喜欢第10和第11节，让我们一起读。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当时有一个心志，保罗当时在教会宣教，他说我希望像基督这样受苦，下一个更厉害，我希望像基督那样死。那么我想将第三章和第二章连起来，我觉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教导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可以这样浓缩。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就是我们愿意爱世人，愿意侍奉神到一个程度。基督怎样受苦，我也愿意受他的苦。基督怎样惨死，我也愿意去惨死。那就是以基督的心为身。不然再挑战一下隔壁那一个，你愿不愿意基督怎样苦你怎样苦，基督怎样惨你怎样惨。可能听下去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当在神学院教学生的时候提到这个心智的时候，我用几句话来解释腓立比书。两设字一起读：基督如何苦，我也要如何苦；基督如何奋斗，我也要如何奋斗；基督如何死，我也要如何死；基督如何复活，我也要如何复活。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？当然最后一句很重要，保罗不是停留在惨，不是停留在苦，甚至不是停留在死，因为地上是寄居的，耶稣有复活。保罗说，我有荣耀的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保罗说，不仅想要效法基督的死，也希望与基督一起复活。与基督一起复活的人就轻看地上的物质的损失，肉体的伤害，他仍然在各种物质的损失和肉体伤害的伤痕里仍然享有基督的心肠。在地上我们不是经常经历这些逼迫的时代，我在想保罗另一句在晚年的心肠。当时在监狱里，他带了一个阿利西姆，一个奴隶，一个错误犯错的人信耶稣。他很感动地说，这个奴隶是说我心上的人。这句话我们说隔壁的人是很肉麻的，但我试试这样子，你看看看隔壁的人，你肯不肯当他是你心上的人呢？这难度很高啊。保罗当一个囚犯，一个失败的小弟兄，称他是我心上的人。这个字原文是心肠或者心肝的意思，所以用心肠来说，就是中文来说就是心肝宝贝。这个字在腓立门书出现了3次，保罗称这个
奴隶的囚犯，这个失败者是个心上人。他提到那个领袖腓利门，用现代的门来说是教会的长老，教会的执事会主席，或是个牧者，是个有钱的牧者，义工的牧者。那么提到腓利门，我这个老牧师为主坐牢，你个近前的领袖一定想帮我这个老牧师，你想安慰我，你想安慰我的心。那么我就提醒你，我的心在哪呢？我的心就是阿里西门。如果你是阿里西姆，你就有基督的心肠；如果你不爱惜阿里西姆，那请问你有这个基督的心肠吗？那请问他问回自己，我有没有基督的心肠？这是个值得反思的题目。所以有时候在教会提很多圣功的时候，究竟我们的心肠是怎样的呢？近段时间陈静来讲到的话是要写几句在 Facebook， 我都放了这一段在 Facebook。 蓝色子开始一起读：若没有基督的心肠，我们侍奉就没有内涵和深度，我们就不是神喜悦的福音团队，我们留下的只是沙土和唏嘘。若我们真有基督的心肠，我们就应该爱到底，传到底，并致力栽培下一代。其实在一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一份爱。前段时间有个教会有一些混乱，就没有教会就很混乱，有个同工离开了教会，那么他们很担心，就请我去提议他们怎么做。我其中一个建议很简单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将那些同工不要总是在教会里开会，不时去 Starbucks 聊聊天，那么彼此相识之后就不会那么吵架。最好就是执事跟同工去喝茶，因为只是同工出去喝茶，有一些人说同工很难，同工都说由他吧，又执事去的话就一起喝茶，喝茶聊天不同意见就不会很生气。如果在沉浸在下面会议室，大家 一吵架就没得做了，还不如在那里聊架，有不同的意见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性格是这样子的，你说话不多但是探病很多，你探病很多原来是很多人生病的时候是扑倒他的。我不欣赏你说话，但我欣赏你探病，我对你有不同的了解，不同的欣赏。或者你知道这位信徒领袖，这位执事原来都是加班的，因为开工加完班来开会，你就体谅这位信徒的情况，那么彼此能够体谅，这个团队就能更温和，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教会的气氛，属灵的气氛素质，就是教会最核心的问题。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来沉浸侍奉的时候，陈执事就请我吃饭，他有一次请我去南华会吃饭，我以为是铜锣湾的南华会，去了铜锣湾怎么都等不到，他电话跟我说，蔡少奇牧师，蔡少奇你那是在哪里呢？人他在 Q11 后面的南华会，我都还没去过，我打的过去。陈执事就说，讲道有时候讲得好，就像白饭混酱油一样，讲得很好。那蔡少奇你试一下加一些酱油就比较好味。但是来到沉浸，很多人都能欣赏陈执事的表达，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他很爱护同工。其中一个很大的榜样，一个很深刻的经验，就是当教会推出三福的时候，他一个老人家亲自成为三福的队员，是跟着三福去出队，无论什么年纪的人能够身先士卒，能够去爱去服侍，都这个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的气氛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有内在的很美丽的素质。盼望这个素质在今天的纯净仍然够发扬光大。在保罗的时期，保罗曾经挑战，也就是说保罗在是个双脚弯弯的人，一个中等身材的人，没什么头发的人。保罗的经历里面其中有一句就是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，减去一下。
经过这些扔石头鞭打，保罗是有伤残的，所以教会说保罗的脚弯了，可能跟这些的逼迫辛劳有关。在以弗所一个很久的洞穴里，有个保罗的肖像。保罗头发多吗？都是秃头的。我想多年的侍奉也有代价。那请问这位保罗，他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呢？有没有三了人生？有没有终结的好呢？九月会承担院长的职分，有时候会看到建道的历史。这个建道里面有一个很佩服的宣教士，一个领袖叫翟福明。如果打这个字 Protestantism in Vienna， 就是说越南的基督教。维基就会介绍，由基督教开始，在1911年，是这位翟福明牧师将福音传到开荒，传到去越南。他有本传奇的名字叫 Let my people go， 让我的百姓出来。曾经每年八月会有协办港九培林研经会，港九培林研经会开办的时候是翟富明等等的领袖推动会议的开始。这个是个很厉害的领袖，在广西建立一大批教会，建立建道神学院，又派人到越南。到50多岁的时候，他准备在广西这个地方退休。他本来是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报业的道王，因为来到中国宣教，爸爸差点就不认他。他那时候买了家私，准备在广西退休。有一次去印尼宣教，宣教之后，他坐船的时候，神让他发了一个做一个梦，梦里两个手充满了鲜血。他觉得神提醒他，你仍然要还福音的债。所以在1928年开始，在他晚年的17年，他继续去印尼宣教，带着很多学生去印尼宣教。其中一个宣教叫林正野牧师，姓林，是见证牧师耶稣去土著宣教。现在这个系统发展到现在，大概有30万的信徒，他们12间神学院，其中2间神学院被称为翟富明神学院。我去过2间神学院教书，其中一家比较大，有500-600个学生。我上课的时候有400个学生在听课。我想在这位前辈很厉害，那时候请他们的老师带我去他们学院的旁边，这位见到前辈的坟地，是个很简朴的地方，很普通很简陋的坟地，是从其他地方移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坟墓。我想在这位仆人，他的故事感动了他那一代，因为他有三了人生，因为他有基督的心肠，因为他终结的好。他的故事去见证基督继续感染下一代。所以那时候我想到一句话，想到一个目标，也激励我教的学生，希望立志成为感动这代和后代的仆人。我们在这一代里有耶稣基督的心肠，我们会感染我们身边的人，或者我们小组，或者我们家人，我们能够终结的好，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，当世人再把这个见证和人分享，去感染下一代。不如一起来读读这句话，成为感动这代和后代的仆人。有没有这个励志呢？想起很多成敬家的前辈，他们留下美好的见证，继续感动我们。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感动这代和后代的仆人呢？我们重新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求你施恩给我们。有时候人都有低谷的时候，教会也有低谷的时候。当我们需要复兴要更新的时候，不是金钱，不是事工，而是我们心灵的素质是需要特别更新的。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有敬畏神的心，
一个敬畏神有意向的心，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我们懂得珍惜同路人的心，我们懂得珍惜下一代的心。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离开狭隘、狭窄、失败、自私各种失败的故事，还是无愿意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改变，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就很多历代的仆人，很多曾经美好的前辈，都留下美好的心肠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励志呢？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渴慕有基督的心肠，渴慕能有三了的人生，渴慕我能够终结的好，渴慕我们成为感动这代和后代的仆人。愿神赐福给我们，基督交托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